欢迎大家。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南投南港孤屯社的社会服务计划，要因为疫情而来中断。这次捐赠奖助金100,000元，予草屯镇敦和国小来购买平板电脑，充实学校所需设备，希望帮助学生会当更有效率来学习。南投南港孤屯社爱心红豆饼，即便来到草屯镇的敦和国小。甲全校大约600位的师生群众，囡仔会使食到拄做伙点心，鼓励认真读书以外，主要来捐赠着100,000元的奖助金，协助学校购买平板电脑。教学资源更充足哈，让我们的平板能够让小朋友有更好的学习的那个器具哈，那让我们的整个的教学方面能够更如虎添翼哈。啊，非常感谢今天。我们在那个全体社友哈，前社长的帮忙哈，大家协助，这感觉很开心，因为有好吃的东西，还有好喝的饮料。不论下现在来购买新的设备，任何国小表达的感谢，对推动所有学习，教学会使更多元，培养着囡仔主动学习能力。谢谢福伦社，然后来这里。捐赠平板，然后谢谢他们也给我们车轮饼，还有反毒学长。多功能捐平板电脑、保温瓶在顶顶，都是解决反毒片的赛道。因疫情也未完全放宽的限制，借着线上直播的方式，让了解各些学生，会使做参与着这积极的活动。现在毒品在社会上非常的泛滥哈，那我们也希望说，借由这样一个反毒一个宣导，让学生能够知毒、拒毒，最后反毒，让小朋友不要一开始有一个对毒品有一个认识之后，未来不会再受到毒品的危害。有教我们不要随便乱吃陌生人的东西。依照服务改善人生的精神，南投南港胡伦社在日前举办着公益关怀活动了后，再来筹备这份奖助金的捐赠，嘛希望讲会使吸引着更多人来响应，共同做爱心。记者吴信差不多。为着你想，我出尽的生命，这是咱的故乡，什么困难拢不惊。